家好，我是阿秀，期待已久的 WT4 终于出货。沉甸甸的一箱，应该有20多斤，掀开不计。哇，一张超大的 WT4 专属修车垫。哇 ，WT4 的贴贴纸也非常好看。接下来就是各种板件，为了节约时间，看这边。这是一张1米2×2米2的大桌，完完全全摆满。我说箱子怎么那么重呢？原来 WT4 用料非常厚实，好大一个车头，有没有？1:10的卡车真的好大。这是车门的正背面，都是分体的，大家要做分色的时候也非常方便。还有丰富的发动机套件，光车灯的玻璃套件就一大把，还包括了工程作业灯。还原真车的中控台也是细节满满，这里还会有仪表灯。特别吸引我的是这个全新开发的变速箱，机械感满满，有没有？最终它会由这个仿真的发动机壳、变速箱壳套起来。然后这里是整车的灯组和电路模块，包括后斗的升降模块。原厂还配备了后斗用于拖车的电动脚盘、仿真的水箱、6个全尺寸的轮胎、6个厚实的金属轮毂，大梁是金属的，导轨也是金属的。这是一个带手动差速器的全金属后桥，还有仿真的无动力前桥，传动轴都是金属的，还有这几块非常厚实。这个价格，这一桌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香，据说一出货就供不应求，有需要的就赶紧联系我们。没错，又是一台新鲜出炉的 WT4， 这个涂装我个人非常喜欢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动态视频吧。Girls with their nails done.
如果你也跟我一样超喜欢这台 WT4， 请抓紧时间私信联系我们吧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，飞机从头顶飞过，流星雨划破那夜空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